小小主播勃起新闻架势十足，他们都是今年 TVBS 小小主播营的队员。。仔细看着摄影机荧幕，体验不同视角，摄影记者面对面教学，不只要会拍摄，小朋友还得拿起麦克风。现场连线，面对摄影镜头，虽然生涩，个个眼神专注。我在这几天里面，我有学到变身技巧，还有一些就是对我未来长大很有帮助的地方，越来越有勇气可以上台。如果想要当一个主播，要咬字要清楚，踊跃发言或是低头做笔记，透过实际体验，小朋友互动中了解新闻世界，也培养自信，勇于表达自我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